Hello， 我系 Lucky。今次讲下正月抽蛋嘅活动详情先。呢一部正月抽蛋机将会喺1月1日凌晨当下咧就开吹嘅，为期系16天啊。而今次系有3位角色登场啦，再加埋一啲能力调整即系强化啦，加埋进化情报嘅。首先最重要睇下先系 skin pet 方面系边个啦。OK， 系冥底神啊，今次新角色7星嘅冥底神。将会是 skin pet 嚟嘅，咁换言之咧，太阳神太阳蛋就唔系 skin pet 啦。Oh no！ 再者系正月嘅前田幸次啦、幸次啦，同埋正月嘅巴尔尼啦。OK， 咁我哋先望一望 monster 能力调整先。monster 强化方面系有部分嘅角色强化啦。第一只系天武神天照啊，觉醒冇 buff 到，技能7CD。嘅解绑解角技兼加成，唔系兼加速，对章技系22倍攻满血时，同埋限咗回复系嘅。再者烧猪回血 ，OK， 完全就睇下先。我呢个8星宠嚟噶，系啊，各位冇睇错啊，呢个8星宠嚟噶。OK， 8星嚟讲都算迫害咯。好，第二个系兽龙幻视，日龙幻视啊，咁觉醒都冇变到，喂，加个10C 都好啊。8CD 技3回合嘅加攻，再者加速。队长技神系龙系20倍攻5倍回复，回复10至消时轻减65%，两次加算，睇嚟都系咁啦。超觉醒多翻，咦多翻10C喎，哇咁就唔同讲咯喂。4U10C屋企光车队员啊，虽然技能麻麻，但系觉醒系可以入翻光车，始终4U10C系啱晒啦。虽然系飞唔到车啊，但系都系游下车可嘅。再者系黄武神武王神。觉醒都系冇变到 5CD 技转技兼且哇队长技系不翻全2.3倍龙系睇嚟都系咁啦。觉醒方面多翻9饼。OK， 下一位7星嘅火哀啊，呢只系曾经大奖啊。觉醒冇变到，技能方面 7CD 技加回加攻兼加速1回合，队长技4式20倍攻5式3C加算，5粒消时轻减60%还好。睇下点阵版先，点阵版系觉醒冇变到，技能方面 buff 喎 ，buff 翻啲咩啊 ？OK， 哇，仲满心期待系 buff 翻啲咩劲嘅嘢，原来只系由1.2倍 buff 到1.5倍。OK， fans 3本，队长技2.8倍限咗点阵系还好啦，咦唔系，超觉醒多翻5式，咁都好啲嘅，玩多色队嚟讲，但可惜呢一只系。keep 住玩火队嘅，咁绑火多色队又唔系咁易玩啊。好，下一位系龙骑机，觉醒不翻多个 SB 啦，同埋精灵 Q 啦，7CD 几多翻加速系嘛，唔系多翻个转换，独立啦。魏女神觉醒冇变到，技能 10CD 全解，独立啦。下一位苍空神，苍空神觉醒冇变到，技能 12CD。多翻个咩啊？多翻个加2倍嘅时间啦，手指12CD 技都还好啦。队长技冇天降多色半减28倍攻，但系限制好多啊，独任啦。然后灵央神有新救进嘅，转身嘅灵央神本体系多翻个角色冇变到，技能不翻4CD。OK， 其他冇啦。队长都系咁啦，限咗血强化，咪限咗血嘅攻击玩法咧，都唔易玩噶啦。再者学问神这个点睇都是目前独一无二的4倍加金钱的队长啦，即是拆钱必备，这个每一次打啲拆钱关都是用人哋的学问神啦。技能不翻 12CD， OK， 队长是多翻10倍攻，超觉醒是没变到。下一位狩猎机，上年仲是 top 1的 leader， 即是同啊物语系列嘅千石搭咧，非常之劲嘅呢一只嘢，所以今年望翻咧都好感慨啊！角色冇变到，技能13CD 多翻个咩啊？冇系不翻13CD 啫，都短嘅。咁队长技冇变到，超觉醒多翻10C，OK，、OK, 代任啦。而救进版就睇下先，呢一只都几期待嘅，不翻4SB 系嘛？4SB， 然后冇啦，都系37C 啦。超觉醒方面多翻贯通都 OK 喎，都几正喎，6SB 或者贯通火力喎，哇呢、這个几劲喎，觉醒方面，但技能都系属级加埋解角，技能还好啦，连 CD 都冇减到，
队长嘅系木嘅全三围 2.3 倍轻减，九倍攻500万追，算系不翻唔错啦。但系可唔可以好似上年咁去翻 top one 嘅 leader 咧？我谂就难啲噶啦。OK， 但系队员方面唔错嘅，个性几靓。再者，初雪嘅大魔女水魔女啊，九星嘅佢系点咧？技能方面不翻做解洛，然后哇，冇睇错啊嘛，七回合之间嘅破伤级，30 CD 七回合破伤级。OK， 睇嚟设计师系完全唔抌本啊。哦，四变七 ，OK， 队长技系 2.5 倍，榜恶魔术加平衡系七师兄减都唔错嘅，七师兄减 2.5 倍，但系冇加算冇追打都系咁啦，算系易玩咯，新手用咯。而超级性方面多翻四色，咦咁嘅话火力高翻好多、哦，呢一只似乎可以玩翻多色队、哦，火力咁高之下。主要系技能够癫啦，30回合嘅减翻 SB charge 系变相近似10回合，系咪10回合呢？所以都唔错嘅。而武装方面多翻个封印 ，OK， 技能都系10回合嘅破伤级，咁呢招技系几有揭秘嘅。再者狮子舞巴略，咁呢一只系坚重啊，觉醒冇变到，技能两 CD 技解角全解角兼全落板。队长恶魔三倍攻回，五面墙四色轻减 65% 七倍攻，超级星冇变到，睇嚟都系咁啦。虽然两 CD 解角系几有趣嘅，但整体之下都系麻麻。下一位阅读九星嘅转生阅读，个星冇变，技能冇变 ，OK， 哇，非常迫害啊！话晒系招牌重啊，三本吓，阅读咁正都唔不合，八 CD 技不翻，六 CD 都好啊，系嘛？队长技系两倍攻五粒光或者暗消时候一追打，轻减 65%， 11倍攻，哇搞唔掂。虽然超过醒多翻10 C 都好嘅光暗队，但目前睇落都系麻麻啦。再者系玲珑契士新春版嘅，觉醒冇变到，技能冇变到 ，OK。队长技系不翻做光暗嘅血回三倍。两寸光三施加算，两寸暗一追打也配攻，睇嚟 buff 唔大啊，都系完全唔易用嘅。而超话醒多翻贯通都系麻麻啦，其实。而毛笔方面，曾经最正嘅武装毛笔咧，角色冇变到，技能方面 buff 翻，睇下先14 CD 技多翻啲咩啊？多翻加个人攻就只系，哇都几细嘅 buff。然后系七星嘅黄龙恶史。个性冇变到，技能多翻个解洛，队长技多翻个睇先12倍攻，超个性多翻10 C 唔错嘅，10 C 7 C 有贯通有翻个毒耐性，咁个性几靓嘅，但系技能都 OK 嘅，技能有威吓技，咁睇落黄龙幻视算系唔错嘅 buff 啊。下一位系前田庆次坚重，个性多翻睇下先，多翻个贯通 OK。贯通连埋超过醒七 C 系四七 C 贯通啊，咁呢一只系啱翻光队啦。五 CD 技不翻做两回合轻减，两倍回复兼且解落三粒诸生成光火心333生成，靓技五 CD 靓技，两回合盾兼且两回合嘅加回，再即解落嘅生成技靓技。队长技系8秒9秒固定手指，轻减半减三支加算20倍攻，都系易用嘅 leader 啦。但系队员方面个人认为唔错啊，喺光队嚟讲，一嚟高火力，又贯通对应，又埋光串烧，再者五 CD 靓技，睇嚟呢一只入翻光队都唔错嘅，功能性几高下嘅。OK， 咁就讲晒啦。个人认为不得唔错嘅系前田庆次啦，毕竟系 skin 重，然后黄龙恶史啦。多翻10 C 都系几正嘅，但系七星又冇得换啊。然后好啲嘅 buff 就水魔力都唔错嘅，几有揭秘嘅七回合嘅破伤级。然后狩猎机都 OK 嘅，队员嚟讲算系可以用翻嘅队员啦。只系技能就麻麻，其他就冇咩系靓 buff 啦。真心就都系非常普通、非常普通嘅 buff 啊。即系见翻天照呢个 buff 同 buff 系冇分别嘅。正如我上次话斋啦，设计师系经已系唔想 buff 呢啲嘢啦。由上次圣诞抽蛋嘅 hair buff 到今次新年嘅 hair buff 咧，都系非常之 hea 嘅。好，咁我哋睇埋个进化情报先。睇嚟所有希望咧
就压住喺呢个贺年状方面啦。进化情报，贺年状进化。OK， 由兽龙幻士讲起啦。兽龙幻士防绑腰，情报耐性，哇，犀利犀利犀利！虽然防绑加腰字都唔多啊，但系九星武装嚟讲咧，都系麻麻啦。然后系朱雀姬，三火掉落，回复强化，然后三色阵，拜拜。光版嘅朱雀姬变翻光强化掉落，拜拜。下一位系武王神幻派，睇嚟 Q 啦，角色唔错嘅，但系技能哇，但系技能系咁嘅技咧，真系唔鬼掂。我谂周瑜 O K 嘅，好新春火哀，四个火掉落交两秒，唔错喎，直接交两秒手指，几啱火都用嘅。腹部半撞 L 字封印，拜拜。大天狗，哇！假如系四个血强化咧就好啦，但系只系四个加血嘅加血仔啦。技能木生成加贯通技，拜拜。然后系赌河啊，素材 Q 乸深强化七回合嘅，哇！拜拜。阅读 OK， 阅读 L 字防风条回复强化。咁武装嚟讲。假如是血强化的话是好啲咯，都系咁啦。再者升机机升机机木掉落光掉落 L 字都系咁啦。再下一位女王啊，睇下女王防绑四个自动回复 ，OK 呢一把都特别嘅，都有趣嘅。我谂打啲特殊关都啱用嘅。下一位魏女神协力强化光串烧加手指十四啲全解技。相比之下好少少嘅，但都咁啦。苍空神，屋企千祈唔好读错个名字啊，唔好乱加啲字啊，啊出事噶。咁啊，血强化、复强化、邪魔毒耐性都唔错，觉醒唔错，技能系破熟级加手指都唔错嘅。呢把算系咁啦。学问神防绑封印封条都咁啦。技能系无效盾，咁嘅话都有啲攻略性嘅，都 OK 嘅。狩猎机 SB 加回复同埋木掉落十 CD 技嘅属级无效跟翻本体，咁加回复都啱目前嘅，有 SB 都唔错啦。然后新春嘅大魔女 SB 血强化三粒光掉落19 CD 嘅减盾，两弯嘅减盾加埋两弯破伤级都唔错喎，有 SB 有加血有激减，呢把光队唔错啊，几靓嘅。下一位系巴尼。狮子舞肩重啊，三血强化，角色几靓嘅，但技能两 CD 技难计啲。新春毛笔方面系 SB 封印 L 字光掉落，三 CD 技跟翻本体难啲，角色几靓嘅。和龙幻士云耐性加血加回木掉落，技能都系跟翻本体嘅威吓技，咁技能唔错嘅，但角色还好啦，都系前田幸次，前田幸次十字烧光掉落。三粒再者血强化，五 C 啲技跟翻本体，睇嚟跟翻本体嘅技，即系有好有唔好咯。然后翠月花 L 字五粒加工嘅加工仔，四 C 啲技光生成，拜拜。但想讲呢一啲武装咧，都几多血下嘅，一万血同埋四千攻啊。咁对三维嚟讲，计成都啱用嘅。下位系四星嘅守神，守护神。封印耐性加自动回复八 CD 技半减都咁啦。下一位系冥咒神四攻王牌唔错啦，呢把唔错，周回啱用。虽然技能系攻略用嘅三回合击减盾，哇14 CD 三回合击减盾，呢把四星嚟讲都几癫吓，犀利。下一位龙骑机咁啊，超追打加埋四粒血嘅咪加回复仔47 CD 技都系咁啦。最后一位天照拉屎啦，哇心强化加埋支斗7 CD 技，拜拜，完全系搞唔掂啊！今次嚟讲比较好嘅，我估唔到呢个系四星嘅，即系武装啦。呢把唔错嘅，有横排四横排加埋个三合嘅减盾，然后其他靓武装方面，个人认为即系特别亮眼唔多咯。即系水魔女都唔错嘅 ，SB 又激减又破伤级又加血，呢把唔错嘅，啱光队嘅。而狩猎机又啱翻木队啦，即系技能一般就唔太啱计。而呢把都唔错嘅，觉醒系有翻四个耐性，
咁对应力都几高下嘅。咁其他方面特别嘅真系冇啦，哇，都几癫喎！今次呢把都 OK 嘅，有四个火掉落加埋两秒，算系易玩嘅武装咯。但系点讲都好，真系好亮眼嘅武装完全系真系冇啦，几乎系冇啦。大部分嘅武装都系好一般啦。咁睇嚟最注目嘅都系呢三位啦，太阳蛋、正月嘅天阳神，呢、這个唔系 skin 重嚟嘅，呢、這个要抽嘅。哇，多色嘅新 leader 非常想要啊！第二位冥底神 ，OK， 上十师贯通将会系暗战机队一个好劲嘅队员啦，可以绑定安全带啦。好，超级性方面系十师防云防风条，呢个完全唔使拣啦。好，再下一位系九星嘅 Lutina 新宠，新限定九星，超级性系十师。暗炎邪魔独大耐性都唔错喎，咁三大耐性自己揀都 OK 喎，因为琴日公布系三十 C 啦，但其实双十 C 都够啦，因为喺目前嘅顶攻都系43之下咧，双十 C 都够顶攻啦，反而三个耐性可以自选呢下唔错嘅，算系对翻九星嘅 Lutina 俾翻啲尊重啦。OK， 咁就 Monster 进化情报全部公布晒啦，而呢一度都系新春嘅全情报啦。正月抽蛋的所有嘢都讲晒啦，应该就咁讲多次先。skin 宠是七星的冥底神啊，即系大淫羊啊。OK， 咁呢个抽唔抽好呢，其实都呼之欲出噶啦。喺咁多角色陪跑之下咧，其实系非常之服啊。咁大奖嘅角色我之后都会整理一下嘅，咁到时再讲下啦。OK， 咁今日情报真系讲晒啦，喺到呢度先。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俾 like 同订阅我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